快，已经有点待不住了哈。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电风扇，好，我们现在轻轻一吹，大家有看到？呜呜呜呜，哇，我们的这个羽毛几乎就是马上被吹掉了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它是真的非常的干爽，极致干爽的部分。好 ，OK。那么在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请我们小可来擦，对，第二道手续，我们要来擦另外一只手。好，一样呢是我们红豆大小的，对 ，OK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擦另外一只手，一样是我们红豆大小，把它擦开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在前面这边有一盘沙。我们接下来就要擦一下，如果大家有去海边，然后擦完防晒乳或是乳液，你一过去，你身上你就变成一个沙人了。对，所以呢，接下来我们就一样，请我们小可轻轻的沾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证明。你看哪个还要重要？你还要非常重、非常厉害，来回滚才有办法抖一抖。好，我们来看看。我跟你说，这样看可能大家没有办法就是完全的感受到，但我必须要讲，你们可以去翻我的就是白宫这家的 FB， 我们有去海边，你知道只要透过防晒，小朋友再到海边他会想死，因为他全身就是在跟在去角质一样非常非常痛，但是小朋友去玩就是他玩这个到海边去的时候，他玩到了三四个小时完全不愿离开。第一个是它防晒到底有多厉害，在这样子的高的烈阳高照之下，小朋友的皮肤是不会痛的。再来是全部都是沙滩下面，小朋友几乎是完全没有吃到沙子，对，这个让孩子在那个地方他是很待得住，然后很放心的玩，妈妈也会觉得很安全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看起来会觉得，哎，他怎么就只是沙子掉了很多而已？但是你想想看，一个孩子他今天擦了全身，他穿了整个，就不要讲女生，女生可能还有上半身。男生是穿着小裤子的时候，你知道回来妈妈会心疼，你在帮他拍的时候他会觉得好痛哦，但是擦了我们的 QV 完全不会。是，我觉得你真是个好妈妈，我心里只小袋鼠，因为今天大家知道 QV 是来自于我们欧洲 number one 的这个医学美容品牌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让我们尤妹还有跟我们小可一起来拍张照片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好，来，让我们看一下前面，来，这个给你拿一下。大头人来了，大头人来了，哇！看一下前面，跟妈咪谁呢？是，好，看一下，看一下中间，大头叔叔在哪里？这边好多都是大头叔叔。好，然后左边，左边我们左边也有，左边也有媒体朋友。好，对，左前方。好，我们再看一次中间哦，中间。好，中间的后面，我们中间后面有举手，好，有举手，还有后面我们电子媒体。